派人去阴家替大哥提亲，因是不是会答应的？对伊竟然一见钟情，老朽，老朽，现在公然动情，你一丝不行，怎可以胡思乱想？你太不该，太不该了！娘，我不应该有悔婚之心。三弟。三弟，无你刚才拄了细细念这念什么呀？无啦，我只是咧陪一段子而已。嗯，真好。其实在中安啦，果然进步了真济。王孟串谈，新条法令坐啊，敢那牛毛咧，计是拢真反对啊。但一定爱救国救民，有兄弟爱把握这个机会，做是轰轰烈烈大事业。大哥，无论你安怎做，我一定追随你，支持你。嗯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！大哥，三弟，哎，我四月替恁无啦，啊，原来恁伫咧遮，嘿，啊对啊，啊恁有看到阿豪啊、甲阿仔迄两个登岗无？嗯，不看到咧。二哥，你找因两个是要创啥物？虽然唔知爱叫因送一寡米、甲吃啊，去互林家、甲蔡家。大哥，林家、甲蔡家拢是咱的主顾客，阿仔啊、甲阿豪啊都咧无闲，无我就替因送来去就好啊。哎，三弟啊！那这种粗糙的工课，到东港去做着，到底何必？大哥，为着应应嘛是应应啊，我来去吼。你哎，头摆拢安尼啦，哪有粗糙的工课吼，拢要抢去做，迄时阵也真好呆哦。哪有办法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老家派人来提亲了呢，一定是咱顶日啊，当着许少年人哦。到底是咧讲啥？我一句仔拢听无。哎呀，小姐，就是顶家后花园迄个少年人啊，伊毋是讲伊叫做老朽，我拢嘛听清楚，伊才是叫做老朽呢。哦，老朽什么人？什么人是老朽呢？啊，大哥，是助理，你编故事给我听，这种小事你别插嘛。哎，小妹啊，你的小事大哥我用的无插，要唔过婚姻大事，无算讲是小事嘛。小妹，因为你做真水，
所以有真侪人来提亲，大哥真歹做决定，只好来找你参详咯。大哥，人我还阁少年，我无想要遐早嫁。哎，小妹啊，这毋是理由啊，你大哥。你是你把大哥我出难题嘛？你唔肯叫边上人，敢讲要叫大哥，还找了公侯将相来嫁婿，迄真歹找啊！大哥。你要耐心等待啊！哎，大哥惊伊讲哦，你会等到变成老姑婆去咯。这也是我的命，那我这，那我这袂变老姑婆嘞。哎，喂啊、哦！你这么讲命，归去大兄哦，来去替你算一下命，问一下婚姻一下。对啦，大爷，咱南洋有一个心酸，叫蔡少公的哦。嗯，嘿，我知影啦。新传蔡少公，什么人唔知咧？爱你咧插嘴，小妹，有影，我即马就随来去，先替你算一下命，再过来决定。大哥，我来去。大哥啊，大哥，小姐啊，其实迄、那个叫做老秀的，嘛是做袂歹啊，你哪无要嫁咧？来提亲的人不是老秀，啊，你无问清楚，你哪会知？小姐。你无听到阮大哥在问我，老朽是甚么人？老朽是啥？阮大哥都唔知影。可见提亲的人根本都唔是伊嘛。哦，小姐，你是来足巧的啦。安尼我讲你巧的吼。老先生啊，你的车到底我给你送啦，要点小一下无？你踮咧门边啊，稍等咧。好，我来用，我才甲你讲。好、啊。老先生，啊对我哈，好、啊，这吼、哦、是我的小妹，殷丽华伊的八字啦。哦，我看卖了。哎呦，这查某的命，贵不可言，绝非普通啊。将来啊，一定是风流将相之妻。咁真实的是，我一向拢铁口直断，我也阁唔捌断错话，也阁唔捌驳错话咧。老先生，照您咧讲起来，什么时阵出嫁比较适合啊？是，愈慢愈好，最好是加等三五年才嫁，也阁较好。都爱等这么久哦？是啊。讲即马天开无平静咧，查某囡仔在咱厝里吼，实在叫人真袂放心啦。是啊，是啊，即马四处安尼遮乱，而且土贼搁较侪，朝廷搁爱米税、气税、糖税，人拢爱税，叫阮这普通的百姓是安怎过就好啦。是啊，哎，喂啊，老先生，就讲你既然甲是心酸吼，你是毋是会当算出来讲，咱以后天开会百姓甲啥物款啊？根据我研究多签的结果，我只敢那知影一句话。有啥物话讲出来，大家做些参考呀、啊？到底是啥物话啦？这句话就是“老朽当为天子”。老朽，拄只朱儿，敢那有提起这个名咧？我老朽都好啊。老先生啊，你是讲王莽的公孙老朽啊？伊会做皇帝哦？我只个人知影讲老朽的当为天子，是不是伊我唔知影。哎，
老朽啊，可能就是我啊。你啊，你啊，你再看下呀，这三年工人，怎么在皇帝啊，要吃死人个。诸位，王莽暴虐，海内乱兵四起，那是咱子汉大丈夫，应该招募兵马，结党起义，恢复汉室基业。牡丹讲了真对，我来尽力，招一只亲戚好友，相信真紧就会当起兵了啊！各位，六月分路召集兵马，半个月以后才来这个所在会合。在下善尽家财，无是白志勇的子弟兵。老大，叫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追随你，咱马上来去进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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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大哥，你袂参起伊，咱起来好歹小弟上来做菜，伊敢袂答应？你放心啦，三弟是一个心中不落的人，你唔通看轻伊，伊一定会参加。我也要参加。小姑娘，这是大事，不是囡仔在变把戏呢。啊，你是要参加什么？弟弟啊，行啦，该什么囡仔落是什么嘞？等你，将话讲个清楚，要怎才怎？这昨天还阁真车安怎？无你是要我讲啥？我要爱你讲，我要参加起义，是安怎来袂用的？查某囡仔人参加什么起义嘞？实在太好笑了！呀，如林溜溜，不重要。呀，如何杀牛，几千种的。丢，我大哥讲我唔理啊。我是春花。相信你有什么好本领啊？我的本领是飞龙小可，顶那飞禽加走龙，可打明虎伊野龙。分过几啦？你分明乌言心口讲，甲你来比武啊，赢武啊红。你要跟我比武？看来你够离谱起来嘞！好，我陪你行几招，你得站起。用安怎？你放手，你敢放手了？啊，我若唔放，你是要安怎？真老气哈！你安尼欺负我，我林玉芳绝对袂放你甘休。哦，你就是叫做林玉芳哦。哦，啊，当我甲你叫到这安，会听袂啊？查某就是查某，怕袂赢人，连这个牵石头的步数，还说敢赢出来？实在真古锥呢。
阿叔啊，想不到阴家竟然拒绝咱的提亲呐！哼，一定是我今仔改交代，咱的家境较早未比，所以这看咱无着了。阿叔，你唔通多心嘛，我听到阴家唔是这个意思啊。嗯，听讲哦，阴小姐年纪少岁啦，阴家是讲哦，伊身体歹，搁常常破病啦，讲什么等三五年才要请我嫁。哈，咱阿英袂少岁呢，会堪要搁等三五年啊？对，阿姐讲得对，台中有人出现后患无期嘞。林小姐唔嫁，我嘛唔肯娶迄种搞袂停的查某。大哥，我感觉吼，林玉芳看你真速配哦。嗯，对不？林玉芳什么人？是多少个亲戚吧？阿姐啊，大姐啊。我跟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林玉芳啊，我想到了啦，爷爷妹啊，有一个林婉月，她的查某囝听说叫做林玉芳，我赤白白呢，都不输查甫的呢，这款小姐你敢嫁出来？对啊，就是伊啦，就是伊，敢像查甫的呢。我决定我要娶伊。查某是一世人的代志呢，你考虑看卖哦。免阁考虑我啦，阿妈无时间通阁考虑。我说，你讲你派人啊去林家提亲，也唔过大姐，卖阁再唔过啦。大哥是英雄好汉，大嫂嘛应该爱是女中的好嫁，安尼真速配啊，是咧唔过安怎咧？好啦，提亲我就来甲伊提亲啦，阿爸会直播吼。是伊要娶，毋是我要娶的，对无？伊若欢喜哦，安尼就好啊嘛，我就娶来给伊嘛。妹，好姐，你来来姐，来姐姐啊。花妹，咱是闺中的好友，我若有啥物好消息，一定要赶紧来给你讲啊。是啥物好消息？看你安尼啊欢喜，我要嫁啊呢！而且你嫁一个我最介意的人，是多一个查甫人，哈尼啊好大胆，敢娶你这种赤白白的姑娘，我想伊是无爱命。你干咪笑嘛？他好好笑。哎呀，那是讲耍笑的嘛，啥物人敢惹你嘞？而且。我要向你说恭喜贺喜，会当做你介意的查甫人，一定不是心上的凡夫啊！是啊，人伊是一个英雄好汉。啊，对啦，阿妹，嫁，咱来去啦，行啦，诸位。去试看车库桥，通互你坐无？